Yes. Come on. Red. Right. 这些老外不得不说，蛮勇敢的。那就放，要不，那就放点水吧，我不用日本了，所以说奖励他呢。哦，有个人订阅了，155XTJ，感谢你的订阅。礼物刷起来。聊天室，哦、这聊天室。礼物刷起来。哇，失败，开局就失败。西瓜火箭抓起来！他真的买秋葵啊、哦！两个人打一把。不要发出声，直接维吉尼亚了。Commandment. Ready. Yes. Ah, he just shot. Ready. Hunter. Yes. 又然后被追杀了。秋葵料理。穿烫就好了。他说穿烫之前要用冰块。没错，要冰镇。没错，标准吃法。入锅穿烫，对啊，就穿烫啊，秋葵就是穿烫啊，其他不用考虑了。你说什么东西要去掉？好的，我当然要去掉。有些人会把它去掉毛啦，去掉边边那个就叫那个东西。上面没写要不要去偷？啊，有人偷宝啊，缺德啊！不要紧张好不好？一个宝藏而已。啊，被抢了！大笨象动作好慢啊！哎，老二啦，连这宝都还被抢啊，可怜的。秋葵洗净，水煮滚烫三分钟，泡冷水切成半指腹大小，加入蒜头、辣椒、拌鱼露、柠檬汁、砂糖跟开水。酱料淋上，切好的秋葵就可以摆上桌，像这样。他们现在这样。嗯，没有，我的主干被傻傻问倒了，我没有那么回事。那就去皮啊。不是啊，去头了。那、啊、这什么啦？你有宝藏是要打什么？我妈来了。喂。喂，请说。他就回家了，他礼拜一在处理了。好，拜拜。妈说他会自己回来。对啊，我知道啊。我记得另外一个。Yes, Hunter.Rayman, so. Yes. Rayman, so. Hunter.
锤子要开枪了吗？哇，逃走了。在干嘛？没挣到啊。他去了吧？哇，烂货，烂币，几岁了，还打那么烂。然后他们要绕取我，要求。又绕取。对啊，他们在探我家。哎呦。牛儿。哎，帮忙开个枪。啊，都被你撞死，还要开枪。拍谁？看起来撞人力道有点猛。我先把我牛护送回家。啊，来了啦！小贱人又来刀我村了。啊，几只马在家快攻哦。算了啦，总比没有好。敢过来，我就出门去。到，打不到，打不到，我又回来了。哎呦，不好了，带兄弟啊！不然是你不做好的，是不是只有几只啊？才那几只，我在怕什么？对啊，这是几国了吧？才两个而已。还没三色到齐，没听过三色步兵吗？哇靠！我这几天都被三色步兵打你，我怎么不知道？啊，跑到高村了，快跑！你还没凑齐三色，怕吗？那看到牛堡就是要打。啊！为了防止人家打你出名。哦，谢谢啊！你有没有看到人家在屠杀你出名？我说剑快快到了，闪兵屠杀，好坏啊！对啊，都是小贱人，跟小贱人学的。他怎么跑来这里？他不是应该要打你家？因为我家围起来了，他对我没什么兴趣了。怎么觉得这句话似曾相识啊？这对话似曾相识哎。对，用日本用印度好像都差不多意思哦。三只牛啊！软件给你们了、啊。
要上时代了。Ready? The man is on the winter. Ready? He won. Yes, he won't. Yes, I am. Come on, yeah, yeah, he won. 又打我。不打你要打谁啊？有道理。是我有兵啊，尊重一下我好不好？真的是，而且十二支软件呢，就这样被人家看不起。我靠，这我连军外挂十二支还是十二支。我不爱说什么。多少？我十二支全部点名还是现在、欸？Yes, in yes, avance. Yeah. 橘色暂时应该不敢进犯我家了，我觉得。啊，暂时不敢逐鹿中原了。Ready, Lion. High force there. Yeah, you all. Immense. Yeah, yes. Yeah, you all. Immense. 留点那个空间了。Yeah, focus there. Ready. Yes, you all. Immense. Come on. Yeah, yes. Immense. Focus. Yes, immense. Yes. Right.Yes. Ready. Ready. Come on. Yes. Foster. Ready. Ready. Come on, man. Ready, man. Ready, man. Ready, you walk. Come on, man. Ready, man. Yes, you walk. Yes, yes, yes. Yes, man. Ready, you walk. Right, you walk. Yes, you walk. Yes. Get faster.怎么那么爱出长枪啊？老外是怎样？整天只会拉打拉打拉打，没有其他战术吗？这游戏不是这样玩的、啊。Ready, commander man.Ready? 我看跟红的开战。软件能不能打赢马海呢？哇，不对啊，带兄弟啊！带兄弟，他赶快停战。早就为了你早就停掉了。阿廖，你要打的时候跟我说。好、
我现在只有六支兵欸，我已经吸掉六了，被我一死，好可怜哦，我可超可怜的。他过来了，一堆闪兵。他出炮，他出炮揍他。你给我来。哦，有大象。来看你演技好不好？他在看我演技啊！来，为了增加戏剧效果，让你死的惨一点。你说你打赢了？打赢了没有用啊，死很多哎、欸。我这是朱元璋打法。你猪队友打法吧？对，猪队友打法，我觉得。哎，老剑人，哎，那个不是老剑，那这种虎爪。
这都是谁啊？送头，谁出名送头？嗯，结束了。哇，黑子好凶哦！我还没打够啊，超凶的呀！我还没打够。正常，我都不知道我在冲啥小，所以我就跟你说，我路途比较强啊。有道理。经验真好，经济有点好。穷苦人家，穷啊！我是很穷的小印度啊。好吧，看对面，我其实也不算穷啊。他们还来不来？刚刚我那一团打蓝又打橘，哎，我才死一点点而已，不可思议。你有软件吧？也只有那五只啊。够了啦！你要几只？要几只？那我再给你十只，这就被进去开胃挂了。你看我的，你就把橘色、蓝色、绿色点开来。哦，我这个控兵真神了。我跟阿六都在整笑。
你知道我已经开始在养牛了。哦，你们两个真的打太开心了。养了二三十头牛。我那个兵已经可以三兵营，三四兵营加一马营不断兵。我都没在出兵呢，好惨，都是打卡的。Yes。连库尔克都是打卡的，可怜。长弓海太强了，长弓海起来真的好扯。Come on, the men.